竹琛，我是一名钢琴教师。大家都说熊孩子最难教，但我手上有100多个熊孩子，怎么对付他们呢？我就4个字，恩威并施。平时的妆容都会比较清淡明亮，但是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组枯北珍惜的照片，觉得他的眼妆非常的干净，但又非常的魅惑，所以今天就特别的想尝试一下。这款眼妆的眼影部分非常简单，涂抹灰棕色眼影，修饰出眼部轮廓即可。主要通过眼线和假睫毛带出眼神的魅惑感。由于我的眼型和枯北珍惜的不同，化妆师做了适当的调整，将眼尾部分的眼线拉长，再加上了一副自然款的假睫毛。腮红选择了玫瑰色，淡淡的珠光令肌肤显得更有光泽。此外，在脸颊两侧扫上了修容粉，令脸型更为小巧立体。唇妆部分使用了提气色的珊瑚色，而轻薄的质地不至于让唇色显得过于抢眼，盖过眼妆的风头。扫描二维码加微信，第一时间收看所有节目。